像个坏人今天。不是，我像个坏人。开了。我因为我这几天看，说实话，我是因为这几天看那个北极星。哦，真好，可以调亮度的。晚上好，想得到。那就这个装饰很隆重。很久没画那么浓妆，谢谢 JAZ 的荧光海。嗯，好看吗？好看吗？要远一点才好。我还拿了个眼镜呢。我也有点想戴眼镜。九。对，我今天画了很浓的眼，因为我今天想拍照。哦，但是这样眼睛会有点反光。谢谢，今天摆烂了吗？谢谢，0.2度。我画了一个全包眼线，其实是。对呀，这叫精致到锁骨，这里也有。但它有点反光啊，说实话。你再找一个不反光的，谢谢改梅子，太难了。要不把这关上？不是，我是本来就会反光的。想戴一个不会反光的，我应该不卡，但是总觉得眼睛有点差点意思。嗯，一戴扣上就很傻，扣到这也差不多。图，嗯，再扣一个。谢谢，一起去吃烤肉吧，抖音光。海滩限定版。这样呢？我今天去三亚了，刚回来，刚从三亚回来。我记得不太合适，那就不要了。真的吗？我还觉得有一点点。就这样吧，我就这样就挺好看的，没关系。那我看一下，等我一下，我 check 一下。把这个光关掉，黑一点。嗯，设置去了。连错网了，还是很卡。最近感觉网络都很卡的。其实就是。就是觉得头发怎么弄都那么好看。再点一点，你只要买了这个灯，点成这么好看。我像不像艾薇儿？我是艾薇儿的兄妹妹啊，呸，姐姐啊，妹妹。我是艾玛呀。谢谢改名字太难了的荧光海。你们看，我跟你们说，快定制了。你们看这里，嗯，你们看到眉毛上的人就。我应该换个睡裤子啊！谢谢小老子的荧光海，谢谢你，谢谢你。真的假的？我觉得。谢谢萨摩耶的荧光滴，谢谢。能把那个给那个音响放这儿吗？嗯。口红有点干，不干了，其实已经很润了。因为那种深色的口红都很干，不知道为什么。谢谢白蛋。没有起皮，那一圈是我特地涂的亮的，你看。这些波波干干，看到没有？是润的，不是，不是起皮，一点皮都没起。嗯，看到没有，一点皮都没起。
拿个东西抱一下。因为这儿感觉这个距离有点太熟，有点那个看得到我的肚子。这样子呢？这主要是觉得你们的事吧。因为比较浓，因为今天的妆比较浓，所以大家今天现在都在哪里啊？家里吗？芜湖。我拍了，我刚刚拍的照片，就是因为想说提前拍完照，然后再来慢慢播，是不是？这样子，几根头发弄不明白了。应该挺好看的，我觉得。对，因为我今天妆化的比较奇怪。比较野，谢谢小刺猬。烟熏妆，对，我画的那个全包眼线，就没画上眼线，但我画了下眼线。还好，远点会看到我这个裤子，所以我才近点的。那我远点，离我远点。可以离我远点了。因为远点你们能看到我做这个发型，其实是520合照过于花了。谢谢北齐的腰的蹦迪，谢谢谢谢熊二。哎，这样子就可以了，抱腿，然后把头发扎起来。谢谢摆烂，谢谢风铃。还没呢，我也不知道，我跟他说了我九点。谢谢艾迪尔的蹦迪。谢谢三三。晚上好，晚上好，朋友们。真的吗？真的好看吗？我本来还在纠结，因为我自己看的没那么习惯，而且很少化这样的妆。好羡慕呀！我觉得他给他俩发。这种简直，他们也都估计过年和过生日的时候。真的假的？恢复了语言功能。我来这个反光打掉，是个好意。谢谢小鹅。累得想把手机丢了。好羡慕，我也好羡慕。晚上好，晚上好。他们好大气。哇哦，谢谢十一。都来了吗？都来了吗，朋友们？谢谢。哦，谢谢袁小丸的蹦迪。今晚什么节目呢？今晚本来想要给你们一个 CPDD 的机会的，是不是？
Can we have a conversation? Just you and me. 可以跟我弟弟吗？可以跟我弟弟吗？弟弟其实是联系的意思，是不是？谢谢滑板，谢谢滑板的光机。他再不来玩，我又想唱歌了，真讨厌。不是，我今天晚上，但是今天聊聊天吧，今天我们就纯聊天。我给你们看我头发是不是长了？每天我睡前都要看一眼头发有没有变长。看浪姐了吗？我还没看，就那天看到那个 MV， 然后这几天看到 B 站那个解说，我也没看到。就是 B 站有那种，就是观前必看的那种秘籍，不是秘籍，典籍。谢谢小陈，谢谢小陈的荧光海，谢谢。太消耗体力了，为什么？然后笑累，很好笑是吗？是啊。我这几天都想看那个，都还没看呢。哦，谢谢左岩的剧场粉丝送的粉底，谢谢。想看那个全宇宙吗？但是他不是都说看完会哭吗？我一直在想要找一个没有什么事情、不需要化妆的时间来看，不然我一定会哭的。我觉得，谢谢水气蛋的玫瑰花，你来看一下，好呀，快来看，快来看。谢谢十一的蹦迪，谢谢你的蹦迪。就工作去了，嗯，可惜了，不是。那你工作加油，嗯。哇哦，谢谢多么好的蹦迪。太坏了，一群什么人？哦，谢谢1989的荧光海，谢谢你。我会一直忍不住折腾这个头，会被我剪太短了。月光，你要考试了是吗？考什么呀？嗯，后天我考什么呀？祝你考试顺利哦。要好好复习，知道吗？谢谢1989的放低笔画，公式得赶紧背了。谢谢水鸡蛋的荧光海，你是忘记声音了？咱今天好开心，谢谢。给你们变个魔术吧，我把鞋子提起。我刚刚本来想瞎编一个，但实在是有点难编出来了。谢谢十一的蹦迪，谢谢你。谢谢 Max 的荧光海。谢谢改名字太难了，等一下我想拿一个蹦迪的。这个遥控器是这个遥控器吗？嗯，对，是小雨花的遥控器。对呀，一个小雨花。
但是我没有塔罗牌啊，这是问题。他那个扑克也变色了。知道了，我现在线下一个，把这个关掉，封一会儿。就是非常不认真的跟别人。因为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来让我线下打一个可以放的盒子。不专业。我其实之前就一直想买一个了，对吧？但是因为选择困难症，就是觉得这个他妈这个灯好看，结果就一直没有下，没有买。没想到就疯了。找一首蹦的歌。然后其实一边直播一边在淘宝买塔罗师，方便点一下吗？不错，这个评价还蛮高的，是吗？因为今天拍东西来着。听什么歌呢？听点快乐的太子的歌，看着挺好看。非常闪耀。已经开始学火柴梗了，学的什么呀？这是我们 Twice 吗？你搁这蹦迪呢？谢谢小王，谢谢 Max。你的灯球儿呢？我的灯球儿。灯球不能照在脸上。谢谢小缺德。谢谢风铃。谢谢袁小婉的蹦迪，谢谢风铃的蹦迪。这种不太切实际的问题，咱们就是直接考一下。谢谢小狗剩的荧光卡。所有大狗狗，但是我会跳高了3000。我也有开单的，是不是？520快乐，好，加班快乐。下铺。快心情，开心一点，真的吗？一句不会唱。谢谢小滑板。因为我平时从来不画下眼线的，但是今天画了一个，就感觉比较有攻击性，我不知道怎么说。谢谢哈迪的蹦迪。我是他的朋友。
但是比上次画的干净，是不是？因为我上次那个画的没这么干净，我是艾玛。对，因为最近在看《天赋异禀》，好喜欢北极星呀！他每次一出现，我就觉得哦。公园那么贵吗？200多。还没看完，才看到第八集。你们这样看不会觉得太傻的话，就慢一点吧，我怕你们眼睛受不了。对，但我觉得他绿发黑发都好看，其实主要是他长得好看。对，我也是，我是北极星的朋友，我是扫把，我不要当扫把星，我要当什么星呢？我要当星。姻缘是可以参与，为啥不能拍拍亲？但是确实不幸运。你们那个人，派大星，好，我是派大星，文庆，像福星。谢谢探子可机，谢谢百夫长，你们的名字好奇怪哦。谢谢你们俩，谢谢你的蹦迪，还有谢谢探测器的蹦迪，呸，谢谢探测器的荧光海和，哎呀，是和百夫长的蹦迪，谢谢金小胡的气球。Hey boy, look, I'm gonna make this simple for you. You got two choices. Yes or yes. Ha, 尽在我的掌握之中。可能是日本版的，不知道哎，它好像只有日本版权。我不是十八岁，我是十六岁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脸光是有点，因为我有个东西挡住。你看，可能是镜子啊。真的假的？等一下，我想登个微信，我看一下他怎么没下来。那个武装的孙悟空。得亏他，因为我怕他微信找到我。谢谢安心小秋天的奶茶。嗯，他来了，真快！等一下啊，谢谢。等一下，我刚刚
小小的一个心愿，可以留下。确实。自己找了一个这个位置，他们改成别弯过来了。哦，又是这个角度。你想要远一点吗？都行，那肯定。那我远一点。我就是你像一个流动红旗。啊，为什么流动红旗啊？流动小红旗怎么会？昨天你们是做到了100米之外才能跑？不，就是我们昨天确实做的很远啊，也不是很远，就是我们可以坐沙发。对，是。我昨天就是10万伏特的电灯泡，怎么样？你这样还能看得到弹幕啊？看不到啊、哦，那个横屏模式啊，没有美颜。哦，怪不得昨天我直播一直没有美颜。对，这样。坏了，朋友们，为什么？这样没有美颜，是因为昨天横屏。这样。但是这样会遮到你脸呢。没关系，没关系。你要不要坐这边？我手脸好看，你坐这边。啊，姐姐。呀，反正他们天天看。嗯，对，我就是。怪不得我昨天，跟小高直播了一个小时，嗯，都不是没有美颜的。真的、啊？因为我们开的横屏，我们不知道。横屏会没有美颜的。我们不知道横屏是没有美颜的。我是晕厥。然后结果就这样子很放松。OK， 放松 OK。它因为它横屏之后会有点识别不到，就像现在也是。你今天就是妆真的好飒。有没有？看看你的头发。头发很假，假发片的。我看你这后面真的是，就是非常的听不懂。那你不听更听不懂。看这种头发有好像有金属，听得好看。哦，你看这个，有的时候有，看不到弹幕也这样，就是啊，我的贝壳怎么讲？有的时候能看到，有的时候看不到。没事，我们就竖着吧，应该也能，不然你看不到你粉丝弹幕了。我这样可以看到，那竖着吧。竖着其实还行，嗯，竖着吧，这个特效真的很搞笑，从眼好娇呀。对啊，今天倩倩的妆太漂亮了，我今天一打开这个门我都看呆了。我说哪个内娱的女明星拍完电影之后就来到我们生活中心了呢？对，就非常惊讶。我今天说要把他的嘴买下来，放在我宿舍夸我一周。穿的，确实这套衣服还挺好看的。你这个，哦天啊，朋友们，真的气死我了。嗯，我作为一个48偶像，居然能在没有美颜的直播值一个小时。不是，他就是没那么美，不过他就是没有美，他就是一直掉，要不然就 是对，要不然就是持续5分钟在脸上，但是我完全没有看出来你们俩没有美颜，真的好好看，我真的很想去上毛膏，微醺慵懒高级，你就要补妆吗？不用，挺好看的，漂亮就是，好看的，漂亮。嗯，好吧，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勉强相信了吧。啊，胖虎，这都没听到，把这根头发掉下来，好吧。七喜剧场，就是他昨天在网速什么的，还有个东西叫做丢。你要放什么歌呀？想找一点听着比较快乐的歌。我有个歌单里面是隐藏的歌呀。啊，你的抖音有被尬到？我有那怎样就拍完了？对啊，那是袁一奇剪辑的，我高雪怡拍摄的，就是为了让博大家一笑，好吗？我们又不想要那种非常高级的效果。是一个奇形。你发的啊，是吧？嗯，对。
我去看一眼，就很搞笑啊！我你看我的文案，重点是文案。没事，你看我的文案。只能自救了，别人没等一下，我没看清楚他。你想吃什么？都行，随便。哎，我接电话。好。紧紧包包，紧包包。哦，好想你呀。等一下吃什么？我听得懂。因为原其是有这首速度的，拍我们只拍到三遍，确实很快。我们只拍了三遍就原其五分钟就剪好了，然后就发给我，然后我忘了艾特他抖音。你们还是一镜到底的。我们想一会儿直播完，对，理解。我特别喜欢那个抖音的那个什么那个动词。我听得懂不见话了。你们去看一下抖音就知道了。没关系，我们先看倩倩的直播啊，抖音什么时候都可以看，都可以看，不要把视线离开我们这儿的。你看周杰伦演唱会冲动了，本来想看体育生。对啊，我是啊，可是我今就遇到了一个195的，没有办法。195的是运气很适合，因为倩倩很小只，就很适合露。我要去弄一下，讨厌。哎，这个你现在戴还挺好，好酷啊，对吧？一些科技，你那撮刘海真的是。迟早有天要把这根刘海给让它留长，不能剪了。对，我是眼镜控。倩倩有超，它像一个卖眼镜的，它有这么大的一个可以转的那种轮子，就是那种眼镜店上面的那种设备，在这儿里面全是啥呀？对，你看，就是那个，全是他的眼镜，好萌啊！倩倩以后可以去卖眼镜，你也戴一个吗？我不戴了，我刚刚戴了，而且我每天晚上都戴。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去一个地方想买个纪念品，然后我之前就会去一个地方，就会去精品店买个眼镜，算试验吗？考试挺好看的。你热不热？哦，你穿着背心了。我热不热？你这话应该问你吧。倩倩的背心好性感。不性感，我们这是陈乐。陈乐那个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在抖音上刷到那个螺丝厂的那个抖音了，就是青雨文也刷到了，我也刷到了，然后他也刷到跟我说，我说什么螺丝厂，然后我才去看了，他试用，没有想到螺丝厂女工的爱情故事就是被大家所认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真的那个也太像真的了，那个螺丝厂，你说荒剧一堂，荒剧一堂。我今天看到了，我在 B 站发的。你好傻呀！我说的是荒剧一堂，你跟着我说。这个、我在 B 站发的那个，这个，然后他们说我已经学会说也清洁了。谢谢噗噗。你要说荒剧一堂。蹦迪。小高圆圆。高圆圆。
静可别可别碰死。放弃的，完全不能坚持了。我现在跟你，我跟你的精神要。谢谢。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就是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对，五二零嘛，对，就是仪式感。默念自己的问题。高远。默念三遍。谢谢小学德。谢威严，谢谢女友。现在就是可以有七十八张牌，然后你要从七十八张牌，他们什么时候下次还能大家一起玩游戏、啊？确实，我喜欢跟大家一起玩游戏，想跟大家玩游戏，玩牛爷爷、牛奶奶的游戏，游戏一切烦恼。谢谢。你叫什么来着？我是胡英俊。哦，对，胡英俊。不能重复。我是胡英俊。谢谢林木。等一下。谢谢八幺九。谢谢你。B 站，我之前就想说下一次 B 站想叫他们一起玩游戏，但也不知道玩什么游戏。现在开始了，现在开始解开。对，没有想到那天的最后一。首先我先看看你现在的处境。你们昨天是不是也是？什么呀？翻牌。哦，就是你是龙子城吗？全仗你。哦，我们也可以来啊。啊，可是你账号是在这里。好 K 歪呀、啊、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 K 歪的？不要看，不要看，在干嘛呢？我会吃醋的。我听得懂。五号牌，五号牌，它都与冲突失落的关系。那个，这种情况它一般就是可能，出现了。在你这个转正的路上遇到什么？什么？什么欠什么？欠林园。哦。当然，他没被删，那若你被删，哪有被删？对一个人，我每次来都会被删啊。只不过我觉得他们的相处模式，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能让我感觉到家的感觉。每次来这儿吃饭都像回家了一样。确实，真的就是倩倩就忙着招呼你坐下，然后张老师就给你摆碗筷什么的，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非常的亲切，就是真的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一家三口。那不知道啊，带食材，对，他都是自带食材，自带碗筷。女祭司，正位的女祭司，有些时候没有看到他的解析是什么。关键词是等待智慧。星象是月亮，哎，不错。你看我们的口红好不一样，因为我涂的很黑的。发现你现在好像有美剧的女主，今天像不像像不像那个美剧的女主、啊？那种哎，像那个致命女人里面杀人的。哦，嗯嗯嗯，有一点。女祭司在的牌的那个。好高级啊，倩倩。高级。对，我吃百家饭了。我吃百家饭。女祭司，还有就是，它是一张跟月亮牌非常有密切联系的牌。看到的咽口水，包含了传统的智慧，就是可能就是意味着你还是要咽口水了，认真的写你的入党申请。那你们昨天晚上。玩了什么游戏吗？没有玩游戏啊，就讲那个罗斯汤姆故事。什么书了？因为我看到了你一个那个什么八连。哦，他是让我做撒娇八连。你写好了，那更好。我就做了，然后你做呗。没有，我就看到了。你做嘛，你做嘛。不要做五二零了，你都不给大家这个面子是吧？我可是很早就开发了这个撒娇八连的，也没有。那你做一个牌面，它的意思就是高冷八连。你内在的神秘潜力，
前你要把姐姐改成妹妹，你要说妹妹亲亲妹妹抱抱，然后你要一定要收回你。我跟你说，你可以去看一下，很早期的时候，我因为这个胁迫了非常多人。我迫使了你，而是内心真的热爱并且向往这件事。姐姐亲亲，然后深刻的思考，就是这样的女性，很顺利的。刘倩倩的脸色变得红润起来。嗯，抓耳挠腮。没事的，习惯就好。哦，你没有跳过大摆锤啊？没有，不会，我四就是学不会跳那个东西。我扭起来很奇怪的，等我学会了再给大家跳吧，好吧？好。喝啥？都行，就是都行，随便。我接个电话，串上了。你要喝汽水？还是喝茶，茶吧，还是喝无糖的？但是，无糖的茶，只要你用有无糖乌龙茶，有绿茶，算没那么甜了，就还是能有白开水，矿泉水，真的，矿泉水没有茶，其实不会很甜的吧？那请随便给我拿，先去，你要哪个茶？我觉得不甜的，冰箱里。想要不甜的东西，我们有不甜的吗？有，稍微没那么甜。唉，想我，可是我昨天也跟着小刚直播了呀。现在就是一个百家饭的状态哦，因为特别的节日嘛。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我再仔细研读一下这个保健吧。保健吧的限制就是有可能是来自外界的那种说，绿茶应该不会很甜，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给自己固步自封，话题自信。你在这干啥呢？说书呢？算卦呢？你们要算一个？给我算算吧。好，马上说书。我们张老师要给我算挂了，马上我把这个上换的不好了，我就不信。然后最终结果，哇，怎么会是恋人这张牌？你没发现这个磨皮没了吗？没有发现，这张牌我昨天一直在掉磨掉美颜，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原始相机的状态，所以我已经习惯了。这个直播就会把人搞得去搞心态，搞心态的这个。我非常的严谨，我一点点看，发现没有美颜，我就觉得不行。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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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对，确实我今天看那个罗斯产故事的时候完全没看出来你们就是没有没有，还是很好看啊，丑死你那一小撮头发有点难受。要不要拿个夹子？缺乏注意力，没有时间，现在一个随便的状态，学习效率低下，成绩不佳。这样子，但是吧，我就是一定要跟你们说，这个算出来的并不是在拿个小卡子给你夹，你可以通过这个意识到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你现在及时改正就可以规避这个问题，对吗？你只要就是不要夹到你，对吧？你看他说蛮准的，别夹到痛，夹下巴可以让下巴变。哦。这个很痛的吗？你要算还要算多久呀？梦回2018，反正就是我们2019年也一起直播过，记不记得？2018年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哎，2019年我们一起直播过，记不记得？在你房间，在广吧的时候，然后我穿着一条背带裤。我记得我们直播，记不记得？大家就老粉才记得的事情，好吧？然后我们还一起唱歌还是怎么样？那个时候还是齐刘海。哎，不是刘海，反正就有刘海。可以，你看大家都记得，就你不记得。可以，没事，早知道我给你算一个别的。算一个就是。是不是那天我还绑了两个头发？不记得。
那我确实没有记得这么细了。对呀、啊，我收满花，你不记得？我们还吹风机，没有，那是吹电风扇。嗯，对，可以省着点，给自己找个东西吹。风扇，不这么伤心。你看你不记得了，真不记得。嗯，但是我记得我跟你去直播了呀，我还记得我穿什么衣服，我特别记得，粉色的背带裤，灰色的 T 恤，好吧。我穿了一件雪纺的衣服，绑了两边双麻花，算姻缘了，真不好。哦，憨憨，有憨憨吗？哈哈，说你礼貌，好奇可以，对吧？我印象非常深刻。哦，你真好看，今天妆容好精致，你真好看，谢谢你，你也是，感觉看到你们两个就像在看那种文艺电影里面的两个女主人公的那种感觉，真的。她是现在是音乐电影的女主人公。我是，对，我是你们的粉丝。你要算什么类型啊？算什么类型的呢？咱就浅浅算一个事业吧。啊、事业可以。等一下，你有算出来很好的话，把话给我咽回去。应该不会的。就是你可以，如果真的很不好的话，你就不要说出来，你就悄悄下播这个故事。如果好的话就可以说。哎呀 ，sorry， 没事没事。就是你有具体的问题吗？具体的问题这怎么好说呢？嗯，你可以不说出来，但是你自己心里想好一个具体的问题。啊，我想好了。真的、啊、这么快？对，很明确吗？很明确。你这是，那我可能还是你算的是什么？塔罗呀。塔罗呀。嗯，你会塔罗就是。我们充了个会员。是什么类型的？就是关于发展的，对，嗯、发展能不能更上一层楼？给你找一个啊。这个问题需要涉及到什么决定吗？就是你要做什么决定吗？需要吧。嗯，你像在变魔术，谁都确实。我们张老师好严肃，他现在是在开牌。嗯，那就这个吧，事业工作的这个牌阵。嗯，然后等一下。等它加载完。你按照上面的，好像是要你集中精神，我按点洗牌对吧？这个过程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是全自动操作。我开始洗牌了，然后你可以切牌，切牌，手动切牌，自动切牌都可以，看你可以手动。哎，嗯。你就是往把它移一下。哦，这样。哦，知道了。好像在玩游戏，一点都不正经。好了，切完了。然后你要在心里默念，摒除一切杂念，在心里默念你的问题。然后现在开始选牌了。好像在是考试一样。凭感觉挑选五张牌到指定的位置，对，你就挪到下面就好。啊，这些牌都能抽的，随便抽。好厉害的样子，谁都。来，算了，你举着。没事，帮你举。好，谢谢。嗯。哦，等一下，这个手指是按不下去啊，感觉非常的严肃，真是。哎。嗯。你放在那个闪烁的地方。闪闪的这个。放在这里。可以放在这，其实你不用。啊，就是放在这里。放在闪的地方就好。说的好像不会一样，还要选是吧？对，一共五张，上面的牌可以选，但是凭你自己感觉，不要被我影响。没事，好专业的对话呀。好了，选好了，好，没事，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好紧张啊，我会考不考100分呢？先看看你现在的现状，嗯，他这张牌，看第一个就知道准不准了，嗯。怎么开始笑了，张老师？看我的现状。这个是一个，是什么牌我就不具体说了。嗯。哎呀，就是这个紧张这个牌，它意味着你现在暂时失去了一些权力和地位。哭了呀，谁懂？就是因为一些。因为一些那个，
哎，我再重新看一遍了。啊，没事没事，你说。就是你对你现在的工作其实是不满意的，但是你一直说服自己，想说服自己想安分下来。然后你现在是属于行动受到拘束的一个情况。哦呦，事情的进展遇到了麻烦。哦，就是现状。对，然后哎，这个 B 状况和 A 状况是什么东西？对啊，被封了两个月。哦，就是，但是你现在属于面临一个分叉路口，有两个选择。然后先看看第一种选择，大概是什么样的？第一种选择是，挣脱束缚，获得自由。还有呢？就是选择 A 选项的短期状况。哦，好的。就是过去什么被套牢，但是现在是一个可以放开旧日的信念，重新出发，会有一股新的力量不断支撑着你迈向成功。新的力量，这是第一种情况。看一下这种选择这条路的结果会是什么。这个看起来还不错。这个就是需要，就是你可能选择这条路之后，新的力量，对，你在新的路上需要很多的沟通和调和，但是，但是张老师手指好长啊，刚才在滑那个 iPad， 你的重点抓的，因为实在是太美了，太好看了，张老师。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你会遇到一个愿意跟你达成合作，然后愿意共同发展的一个情况，一个情况还是人啊？也可能是人，也可能是情况，就是突然开心，也可能是你的千里马这种。哦，不是，对不起，千里马是你的伯乐，我的伯乐，可能遇到你的一个伯乐，就是愿意跟你共同发展，然后，对。也可能是平凡但是有意义的生活，平凡但有意义的生活，会避免斗争，会有很多平淡却温馨的爱，避免斗争。甄嬛传来了。我懂了，我懂了。然后还有一种 B 状况，B 状况呢，就是我觉得好哦 ，B 状况也不错哎，嗯，就是选择 B 这条路，你短期的状况也是，物质丰富的生活，物质丰富的生活，对，这不就是我需要的。暂时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比较安泰的生活状态，然后也能得到你暂时想要的。会这个牌面就是意味着你会有很多的资本，因为它是星币，这个星币的这个牌。好的。对，因为你暂时就是哦，就是说我一个选择可以让我获得平凡安稳的人生活，然后你一个选择可以让我获得过上什么，对，这个但是富足的生活，就是有得有失嘛，你可能财富比较多的，但是你可能精神生活欠佳，就是精神人嘛，没办法，懂，但是这只是短期的情况，它的长期的结果呢，就是唉，精神受到摧残，就是你可能会在工作中有一些处理事情有一些缺乏耐心，粗心大意，然后也有可能因为就是用钱不够节制，越出自己的计划，就是反正这两个的一个就是平凡但是很温馨的快乐，这种的可能就是表面上别人觉得你过得很好，但是你可能内心可能内心有一些小小的痛苦悲伤的。没事，我们狮子座只要表面过得好就可以了，心里的苦自己默默咽下。但重点其实就是可能会过于投入在一个事情上，或者过于分散你的钱财。哦，分散我的钱财，现在最分散我钱财就是我的猫，我不可能拿出扔的。那倒不用，这个真的考虑了起来。OK， 知道了。还有什么吗？就是、多注重多注重什么？多一点耐心，然后好的，好好的，多一点耐心，大家对我都要多一点耐心，好吗？我是一个需要耐心的人，如果没有耐心，对，没有耐心，你就会离开我。
是这么算的。还以为会算。他除了什么事业，还有很多很多，还有婚姻、学习、财运、人际，不错。我给了我两分。我也想算。还有健康，他也想算。健康吗？他要算爱财运吗？财运啊，我不要财运吗？我要事业。哎呀，算个婚姻吧，简单。两头死路。让我来刷刷的。你要算事业，真的算。等塔罗师补个口红。先讲换首歌嘛，这首不够嗨。对啊，不是用我的那个女团的歌单。好的，要用你的那个脸比较好。嗯，那你断了。好吧。口红会呀。我断了。我这连吧。我这应该在前面整一个那种球，水晶球，嗯，比较有感觉。婚姻，看婚姻准不准？看婚姻肯定不准。确实。戴个帽子，真的。连上了吗？你的吗？还有，你的，连上了吧？吗？连上了。来给你放，但是这个歌单还没有更新啊，最近的一些新歌都没有。等一下，来随机播放。你大点声。好。你要算事业呀？对啊。耳朵红了，你为什么耳朵红啊？没红呀，光照的吗？哎，要不给你来个简单的吧，一张牌凑未来。行，可以。真的，你看到我就这么省事了呗，凑数对应的。哎呦，那或者换一个，没事，就那个自我，我觉得你可能是在、这个、我不需要认识自我，我自我认知非常的。工作运程呢？这个也不用，我就那个吧，一张牌测试。但是一张牌的不准，肯定牌的越多越准。来给你牌，来这个，来这个，数数几张牌，一二三四五，十张牌，太多了，我都好吧。你这个软件是刚买的吗？花多少钱买的这个？没多少钱，这就是这叫投资。快，那你要一张牌还是三张牌？一张吧，一张就够。哎。然后还是刚才的流程，你先自己洗牌，自己选牌。洗个牌，在洗牌之前集中注意力。你是对。但是往往就是最开始算的时候，我是秉承着一切杂念，所以。听下太妍的歌呀。一张牌测未来、看着我，每次看我都以为是个什么东西，先笑先笑好吗？结果居然是我以前的自白，我以前怎么会那样自白？我奇怪。什么时候才回来？回来哪儿？咨询。好，那我们开始了。点开它。哇哦，真不错。老好老好了。这是个宝剑王牌，它是个正位的宝剑王牌。牌意识就是简单的解释的话，你现在就应该将焦点，你具有强烈的进取心和攻击心，做事顺利，能逢凶化吉。哇，真不错！有超人的力量，能做出使自己惊讶的成果。哇哦！这张牌象征着胜利，这使你思路清晰，情绪冷静，面临考验都能以聪明。才智适当的化解，付出努力，发达之路就在不远处，向你招手。哦，招手呢，不错吧？这个牌，开心吗？开心了，哈哈，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心动？想不想再来一个？是不是觉得还不错？大眼佛人。
什么大便。谢谢刘淑梅，谢谢谢谢杨幂。哎呀呀，谢谢杨幂的胡子。吃吧。等你发达了，我就去喊富婆了。发现我发达也是因为我找了个富婆。你富婆谁啊？嗯，你找到的是哪个富婆？暂时还没出现。你话听半句，为什么不给我介绍？我富贵无双。话听半句。对，现在今天这个妆真的要好好介绍一下，只有他才画得出来这么，就用这些颜色画得出来这么完美的妆。那我等我努力，我也可以。对，精致研究了一下，烟熏妆是一个烟熏妆，恶女妆。我不能给自己上厕所，我要装饰是小白兔，是恶。上一次特工情人我会在御姐妆啊，是的，好难，要不会化这个妆都是倩倩帮我化的，不过我自己都不会化妆。他今天顶着他的火眼金睛。他也是属于又没那么会化但是下手又很狠的人。火眼金睛是什么颜色？就是像孙悟空的那个眼妆。你们看过孙悟空西游记里面那个孙悟空那个眼妆吗？然后叫你把屏幕关一下。在面临着分对还没分对的那个。但是就是没必要真的要提醒你们唱歌塔罗牌。不知道就是眼影就这方面没有什么偏。眼影用的是那个冰蓝，冰蓝，大家记住了啊！倩倩的眼影用的是冰蓝，其实它叫冰狼，冰狼，完美日记的冰狼牌，冰冰狼牌，脑袋跑偏了。这信息，就是冰狼牌，是吧？对，可能说冰狼牌，他当时帮我算的。倩倩说的是冰蓝牌。像抖音 B 站那种他们就是面对很多是坐在我的右边吗？不是很准。啥意思？什么意思啊？那种不是很准。别打开那个，我觉得那个会熏死我。我也觉得，所以我忍住了没有打开。好漂亮。你应该早点去爱情520结束就剩2个小时。好想玩游戏。什么？你想玩什么？你说。想一想啊，海盗啊，三个人没好了，三个人玩一局，都来踩二条，我不要，我不跟你们玩，太恐怖了。我上次是跟谁玩了一次，毕生难忘，这辈子都不想再玩。我跟很多人玩都被抽中，好恐怖呀！他们玩就是怎么看自己，然后可能你自己变好了，我打人不对，我打人不同，打人很轻的。我们玩逢七过吧，来了。加他一起吧。好，逢七过来吧。输了的干嘛？输了的亲我一口。所以这两个人坚决不能输。你没有。那你输了呢？我输了亲你们两个一口。一人一口吗？不然呢？不是一人两口。不是。好，谁开始？他居然接受了这个惩罚，谁开始？啊、没有、啊，没有，我以为你们还在商量。哎呀，没有。既然你这么期待，那就开始吧。那要不改成那个撒娇吧？不要撒娇吧。好吧。来啊，来啊，三局两胜吧。这玩意儿还三局两胜？都行，都可以。来吧，我先来一。顺着还是逆着呀？都可以。嗯，好吧，那就二、三、四、五、六、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
你不知道到哪儿了啊？啊，对了，到我了啊！我是猪吗我？我刚走神了 ，sorry。这种二十以内的数学还是难不倒我的，朋友们。大摆锤。大摆锤大摆锤，我也跳大摆锤，你给我示范一下吧。他应该扭得好。我不会跳大摆锤，大摆锤。骗人的吧，我都没听说。真的。张老师示范一下，他会跳。你来摇一个吧。你也摇一个吧，来吧。既然我们都这么说了，你的前辈们都这么说了，快摇是不合适。快点给前辈摇，快摇，怎么摇来？等一下啊，不是要有音乐吗？哎呀，你是不想让镜头看到是吗？那你可以不要站在镜头里就好了。那我把它，好，你把你手机转过去就好了。那站到镜子上不行？你站在镜子那儿，没人看得到。真的假的？我感觉站在镜子就看了。没关系，反正你把它转过去了，看不到的，只有我们俩看得到。好像更清楚。来，哎，那个音乐给他放一个。什么音乐？算了，太麻烦了。啊，不用，不麻烦了，不麻烦。大摆锤，一会儿他表演的时候要。啊，不，就要你的时候要。大摆锤那个音乐怎么搞啊？就是你抖音搜大摆锤。大摆好，来。别看了，求你了。哎，是不是有教学那种？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搜那个吧。视频，然后搜一个这个。我要。来吧，来。你拍的是我呀？没有呀，拍的是我。快摇！有人告状了。有人告状。哇，好性感呀！受不了了。他是怎么甩的？我怎么就甩不起来？就是你们看，两个画弧线。他可喜欢了。啊，不会。他我真的会，我会非常的滑稽，大家懂。你最后再摇一下，摇起来。天哪，我房间两个人都在摇。没有，我真的会很滑稽。好了，你过去吧。我真的太来这边吧，在这边亮一点。那你先把镜头这样子转过来。吓了我一跳，我以为谁没穿衣服，原来是我自己。等一下，等等。不是，我不会呀、啊。没事，你可以 freestyle。哎，为什么你们的腰能甩成那样？我现在见你来嘛。干嘛？你来嘛。不会，你看看他。你像一只小狗在散步。哎，你让我给张老师看一遍，好吧？我先给张老师看一遍，好吧？让他来指导一下。你快把音乐重放下。好。等一下，他现在练习。为什么要这样？第二下是这样。哎，第三下是不是这样？哎，你的脚是怎么？是离地了还是没离地？没离地，但是可能要稍微移一点东西。哦，这个。啊，那不。然后上半身尽量，上半身不用扭。对。就只扭屁股吗？这个。啊，这个太，这个更那个。哦，哎，进步了，有进步了。难吗？就来这个吗？来了，就这样，就这个吧。来这边吧，我觉得那边太黑了。这样拍得到我吗？说实话，像我传上去。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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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救命啊！我这不行了，我受不了。等一下，不要整我。等，你去那边吧，我把眼睛闭上。就这样吧。不行，我受不了。好了，大家就有点，就是说有点事态有点失控啊。没事，看到，我真不会，直播该疯了啊！不会吧？不会，你一会儿带帮来了。啊，吓死我了！啊，吓死我了！
天哪，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啊，那么大的那个屏幕里面，屏幕里面一些个视觉冲击到我了，嗯。再来一次，刚刚卡了啊，可没有中，好失望。没事，我都看到了。等你以后自己学会了，啊，对，录个好看一点，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房间刚刚那个角度有点仰视。啊，没事，我脸没事。倩倩来，跟你我不要，我不要，我不会。嗯，他爽啦！我没有，我是赢家，赢家是不需要受到惩罚。人家张老师也是赢家，他也来了，他喜欢。爱好跟惩罚是不一样。你说，对。你们看我今天穿的这个是不是 T 和六八零 ？H 对对对，哎，确实看到好多他们的版本。对，摇个上半身吧。上半身怎么摇啊？啊，太酷了！这是你们要的吗？这不对，上半身吗？哎，你把那个音乐放久一点，我给大家摇一个上半身。可以吗？来点刺激的，好吧？笑死！来重新吧。哎，怎么还在啊？他这前面怎么这么长？这个。对，刚才那个好像是个加长版的，完整版没听过。哎，健康版，老少皆宜版大摆锤，好吧，这个叫。我以后听到这首歌，我脑海里就会有你这个画面了。可以啊，挺好的，让你时时刻刻想到我。哎，笑死了，我出汗了都。是不是说八句白做白做就散？热身的。就是太那个，怕你们受不了。确实。很难受得了。倩倩不来的原因就是怕我和张老师都受不了。怕我们这个房间爆炸，你知道吧？爆炸。好会说，房间被封了，有封了一个月，禁止提现。平时因为在房间大摆锤。音乐，音的大啊 ，rapper。哎呀，我放一下，一会儿张老师要来再送粽子。谁？张老师。我不会扭。倩倩会，她会的不得了，她就是不好意思。嗯，我是怕我跳了之后把你们整不会。哇，我现在这个头发好多呀，这是假发片的力量。假的。哎，头发老是糊在里。真漂亮。嗯、漂亮什么、嗯？其实我很少看你穿粉红色的。奶瓶的衣服，我是穿百家衣的人，好看的衣服都是他们。好看的，连步骤都一串儿，什么步骤一串儿的？我不会跳，我还不会看吗？房间很小，对。很小很小。不过如果确实他摇的话，应该会很高兴，叫做什么？啊，没电了。我手机没电了。还有，拜拜，我要走啦。
真的好像蜡笔小新啊，真的吗？可能是你看起来，嗯，感觉很像，有一点点的那个下巴。嗯，好吧。那不要太疼我。哎，谁敲你的门？哦，可能赵老师吧。赵老师，你们好多老师啊。嗯，拜拜，拜拜。说什么？好。谢谢。拜拜。我关机了，就。我的粉丝都在听什么？嗯。我的粉丝。他粽子呀？对啊。Yes， 有粽子。粽子。其实每次特别喜欢朋友来这儿玩，就喜欢大家一起玩的感觉。X O X， 真的就感觉很喜欢。对对对，就是热热闹闹的感觉。热闹，对呀。哎，左左说话真的好甜呀。嗯，他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懂得发现，不是懂得发现，就很会夸身边朋友的一个人。也是，谢谢翔哥，真的。嗯，我是在说实话。哎呦，太高兴了，卡得好。真的，确实真的最甜。谢谢请大人们真的，我觉得其实这是个很好的。你让我来算一卦。都是家人，都是家人。什么万花镜啊？你说我口红吗？我要再多演一，我要再使劲演一。是不是说我口红？什么都算，对，什么都算。口红是啊，你好厉害啊！天哪，违法乱纪，你好厉害。但是呢，说实话，虽然我用的是那个，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如果是嘴巴，就你涂那个口红的时候，嘴巴一定要润唇膏，因为它那个真的很有气。这个问题挺好，这个功课适合。写给陌生的你听。画多久？我化妆挺快的，给你们看看。你看，但是我没有画上眼线，其实应该要再画个睫上睫毛的，但是我就是我们现在东西没有睫毛膏起。所以说它是两个类型的财政，一种就是帮你算你现在的工作现状，当然也会包括它适不适合你的工作，还有一种如果你有备选的话，可以帮你算。好猪啊！这个专业的，超话，把这个灯关了。刚刚怕照不到两个人，现在其实一个人不用那个光就好。就是，舒服。是万花镜的，没有每天涂的，就今天想过一遍。能帮我拿个口红吗？一个，我想拿那个，红一点的。其实他们说想看我今天要的那个，但是今天那个有点红，我给你们找。嗯，特别忘记了。嗯，再给你找一个啊。事业发展前景后。今天涂的是这个，是万花镜的，这个叫鸽血红。嗯，给你们涂一点给你们看，但它就是真的很这个事业发展干。你看，是我去年万圣节的时候来的。这个臭溜溜美好，然后你现在
臭溜溜美。凭借第一感觉，对，它有点干。我不是。一个臭溜溜美，臭溜溜美。对，很干，真的很干。然后我一般都会再涂一个润一点。谢谢你还不知道的面子。好了，那你告诉我是哪里的事。这样会烟花，我也想看。这样就好了，是吧？这个颜色。那也太巧了吧，这纯粹是属于玄学。嗯，说起来以前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同桌他喜欢我们班的女生。谢谢江色七。和荧光海。不能黑色，不能黑色。你这个好有规律的颜色。好，现在找好了。好，我们开盘了。谢谢小老师的业绩。对你选择这个工作的原因，你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黑色的，其实这个就已经很黑了，其实已经算黑色了。你现在的这份，我怕我不敢涂那种纯黑的，纯黑的会很像之前那个叫什么？他们试色的那种黑色的不行。谢谢二七的荧光海，谢谢。嗯，什么叫什么口红吗？圣杯五的逆位，圣杯五本来是一个很悲伤的牌，但是它的逆位的反倒是好的。它的逆位意味着你就是已经放开过去了。意味着是，你该放开过去了。你只是在让你换个工作，应该不是。这算是它叫鸽血红，我不知道怎么，就是那种很暗黑的那种感觉，或者是一些不开心的。真的吗？我想给你们看看照片。但是当这张牌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你要应该搞一个那种头发，就是那种，就是可能需要你要跨越这个困难，要有一个新的开始，结成新的联盟。晚上好。但是如果这个牌不准的话，哎呀，那我们后面就没法看一下。我的天哪，怎么了？没事。我以为看到我了呢。没有，就是刚才一瞬间感觉你在拍画报。然后接下来的一个牌就是看你选的这个工作是否正确。推荐的口红牌子吗？其实我喜欢，我觉得。挺多牌子，我可能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的。哇，周杰伦演唱会重映，会出现一些大家应该要一起看演唱会。但是你应该是喜欢这样。我觉得 Into You 这个挺好用的，就是不沾颜色也挺好看，又便宜，就是、也不贵。会向困难低头，不要放弃什么事。你在这个工作当中会有一些小挑战，但是你会有很强的斗志。我倒是。然后你最终会战胜对手，获得成功，当然也有可能没有对手。嗯，那我明天还有吗？在心里有很多坚持。它形容的味儿是什么味儿啊？它预示骑摩托车去兜风。成功的可能性，而且这个成功是因为你先和勇气而产生的。啊，那行，挺好的形容。当然，谁要坐我的摩托车吗？遇到一些障碍，让我们看看会到什么上。二零快乐，你还在吗？你不会已经走了吗？对。你面前现在有什么障碍吗？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你现在可能处理事情有点缺乏耐心，有的时候会有点今天拍了很喜欢的照片，这些粗心啊。缺乏耐心可能会影响事业的发展，你要努力去改正。我穿了黑色的皮衣拍的，然后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用钱过度，或者是，不能很好的处理生活，
然后我平衡生活我真的很帅。我现在张大师在算了，再倒倒完倒出来给你看，现在是不是这个对是黑色的，它对你有什么好处？我觉得我今天妆真的画的比上次进步了好多呀、嗯、谢谢甘春皮。的奶茶，这个眼影是蓝色的，你能帮我拿下那个槟榔盘吗？什么三件鱼槟榔盘这个嗯，这个就是嗯，你每天的工作，但是说实话这个很不日常，我觉得不太敢走出去但也还好，好像就是只要不要太用太蓝色的东西，偏暗一点、黑一点的东西，别买。买了我也就用，就这个其实就是真的吗？我下次试一下，有机会。我觉得其实就是画一个下眼线，其实是不是会好一点？因为我平时没从来不画下眼线，就是我觉得是下眼线的关系。你们觉得你喜欢他吗？你喜欢这份工作吗？因为我觉得眼影这些还好，真的。嗯，那确实很容易，就是今天很白吗？很消磨斗志，慢慢的就是可能会失去这些最开始的一些冲劲，而且会消磨你对他的喜欢。确实，你需要重新审视一下，把我的妆容还理出去，或者是真的假的？我马上就导出来了，给你们提前看一张，然后最后一个一两张就好。就是看这个如何让你的事业持续发展下去。嗯，我忘了刚刚我在开门的时候小星星送了一个什么东西，带着一点独断的你对人很坦诚，然后你迟到谢一下，可能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刚刚一点也可能是和同事销售或者是其他那种定有明确目标。每次其实有人在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现在不是面对的问题就是工作量太大了，所以可能你后面还是逃不掉这种有帅的人，他不会是我吧？但是你开玩笑，选择一个不是那么我还戴眼镜的，其实对，就是选择一个稍微可以自由激动的这个，但是真不要买。其实说是考公还是考编，因为我买了就用了两次，那他用也是可以用的。如果是日常的话就这几个颜色，但这种特别的颜色千万不要用这个颜色。 嗯， 嗯，反正对，其他的还行，对，不太日常，但是如果想要画这样的妆的话还是可以买的，而且它其实主要是不是很贵。我觉得那个完美日记好的就是不贵。我找一下谢谢你的捧场。会好起来的，只要你怀揣着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好漂亮啊！这该不会是我吧？开玩笑，你在找照片吗？对呀、啊，今天晚上拍的吗？嗯。哇！你应该给他们看那张腹肌特别明显。这是原图呢，我要自己修完的给他们看。腹肌特别明显是哪张？也是在那边拍的。跟你们说今天哇，这张也拍得好好看，好摇滚啊我
这张也很有感觉，都是原图，悠悠吗？好看吧？其实也没有，还行，大家都很好看。天哪，就是去化妆，我这个有可能被几个人美到了，至于是谁我就不说了，整个人被爽了。因为我感觉没有拍过这种风格的，是不是？我找一下啊。因为这首夏天的时候王丽在家也去，真的有点太美了。我找你吗？怎么会有人感觉360度无死角？没有，都美，只是他正好坐在那里，离我比较近。很搞笑，然后，因为我开的时间比较早，对，他就是是不是摇滚？对，找一下比较好看一点的。这张也很好看，虽然是有点抓拍的那个味儿，但就是我就是开的比较早，然后好亮啊！开始拍合照的时候，那个正好杨姐，嗯，怎么那么亮？然后她可能你看到吗？她这种肩部的状态，她那种肩部的衣服，也不是我平时很肩部，就是风格不一样。然后她就很好，还在楼下找了一个贝斯。天哪，我笑起来的嘴大的可以吃个人了。也不是，哪有，当时经常穿睡衣，每次做核酸的时候都穿睡衣。能看到吗？但是我这个也是，不是老师说的，是我笑的事。是天哪，我觉得我是不是瘦了一点？不是，但是跟我平时比起来是有两种风格嘛。就是你看这个原图，很少看到的风格。虽然还拍了一组表情包，稍微瘦了一点。这种，说到这个我很高兴，就是拍合照的时候站在后面的。我站着，就是跟我一起站着的是一个，就是另一个。他喜欢哦，今天的照片。我们两个身高差距比较大，然后那个摄影哥哥拍了几张之后，问我脚下踩了什么东西，然后让我把这个妆拍照真的很适合。我明天给你们修，让我把鞋。但是这种修了发了就是。算了，不能攒着，我就是容易攒着。真的吗？如果 CCD 出来什么意思啊？你说人为什么一坐着肚子会有那么多肉呢？我腹肌的横着那个完全就是坐出来的。但是我估计这个拍立得可能要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发现。你没有看到一张我肚子跟米其林似的。因为实在太好看了，我本来想就是拍一下就完事，但是拍不出来。我会玩胶片风，因为这个挺恐怖的。我给你们搞一个很搞笑的，是一个叫做拒绝容貌焦虑和身材焦虑的图。你们来可以看一眼，看我的肚子，给你们看一眼。怎么样？我把它放在我的手机壳上，想到买个手机壳，把那个绝美拍立得放在我的手机壳后面。对吧？就是平时上下班，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坐下肚子真的就是那样子。之前我知道CCD是，我之前就是。给你们看，但是应该很久以后的肉，就是，当时有可能就忘了这个事情，讲不知道，希望会有吧，感觉应该会有。对，你可以跟我的拍立得合影，这样你为什么坐下来会这样？对，因为我你看，不知道化妆怎么样。
早知道，估计要换这种东西，现在没钱。但是很好玩，我每次都会去捏它。我一坐下来，肚子全是这样的，真的。我看一下。不，这叫做真的不要焦虑。我觉得肚皮是这样子是很可爱的，我不知道，对不对？在广州也没什么不好的吧，那样背不住，背不住，爸我妈他们去看我。眼睛为什么这样画？我爱怎么画怎么画。你开始去买，也是。你是不是每天被我骂下你才爽？是不是？你是不是每天被我骂一下才爽？真的，每天变着法子的让我骂你。今天的主题是恶女，所以我要秉承自己这个很坏女人的形象。真的就是，一个个的，真的就是。对，优惠也不是两个，听哭了。我去年嘴巴其实不是刚刚的，它就是，应该是怎么说呢？这个涂上去就是很浅唇纹，应该是这样，但是它不干，啊，不是不干，是因为我涂了这个，所以它不干。它如果单涂的话，会整一个大起皮。妈的！好好处理吧，做好断舍离。是吧？是不是？我拍过了，我拍过了。我刚刚我要骂了人了，我刚刚搁这大半天的给你们炫耀照片，没看到是吧？问我不造型不拍一个。哦、那你是多吧？你得看、啊。但是我也没参加过那种大会。我是被谢谢雅米的皇冠，谢谢你的皇冠。你看，谢谢馄饨，晚上还想来，就笑就笑。正好，看眼睛比较困难。哇哦，谢谢小星星的戴安娜的凝视，很想参加那个，谢谢你开小车的那种，因为我之前还应该这样，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运动会。36公克，我确实觉得这组照片可以多发一点，因为很好看。而且我跟你们说，搞笑的是我肚子上还有我的蚊子包。谢谢哒哒哒哒哒子的荧光海，我肚子上还有蚊子包，谁懂？真的吗？熟悉的人刷屏，自己说比较奇怪。因为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说肚子蚊子包吗？咬了很多个，然后一直到现在它蚊子包。发给你们的不会是我的丑照。对啊，就是因为我感觉那种感觉没那么快消，就是一个，不过我会消掉。这张真好看，太好看了。其实可能也跟熟悉有关系，它就是劲大了。戴眼镜和不戴眼镜真的是不一样。我明天会让你们看到这张图的。flag 就开始。我刚刚看到吗？就是拿东西的那张。我再去看看啊。卡丁车，你说的是大的吗？会不会不好运啊？那我到时候下班别人。其实我也挺喜欢这张的。每次卡丁车回去，但是我没有驾照。能看得到吗？绝了，好好看啊、我倒是想开，我没有驾照呀。是不是开电动那种小车一样？我真的是个摇滚歌手。
之前是吧？开那种车，很好看，不方便的那种独轮的电动。啊，电动自行车行。哦，好好看，你看这张，你看一眼这个镜子。嗯，我觉得看到蚊子包了，我肚子都是蚊子包。好看的，其实我觉得黄色那个应该也好看，但是可能就看清脸，图一个氛围。嗯。明天修好吗？谢谢六六妹。嗯。因为他这个在那个化妆间里拍的一些也挺好看的。我没有，他应该是之前在别的地方的给的。我其实就是想拍不一样风格的，因为感觉以前大家是不是看了我很多很多，就是那种小清新穿长裙，然后最后想想听那种是不是？找一首比较欢乐的歌，这样是不是也挺好看的？What is that? Baby, you look in Sunda, just look in Sunda, don't look in Sunda again. 嗯，其实要是说实话，要是再戴一个美瞳，然后再贴个睫毛，肯定会更那个一点。只是我不想懒得戴美瞳，因为很久没戴了。我记得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戴美瞳，然后当年。但是我平时公演有的时候，说实话，就是你们在看我的时候，就是饭牌，就是你们。就是遮阳帽什么东西？啊，好。因为你们平时拍我的时候，我会有点，就是我没戴美瞳的话，感觉你看我的，就是眼珠子感觉有点无神。真的到了一定，你不觉得我眼黑很小吗？对对对，显得有点呆，所以会有点那种。所以公演的时候，我希望戴美瞳。但还好你拍照的话，会把我。弄得很好看，就是真的会有很多偏见的，蛮大的吗？真的吗？会有点三白眼，有点他就会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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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没有善心。不是你，真的是你弄得好看。那不要昆池岩，太恐怖了。夸夸夸夸！明天应该是我吧，因为我已经连续发了好几天，连续想接一次。但是后天其实我也不想公演，因为明天要排练。不是不是，我完全是因为你们夸的我，所以才长漂亮。真的，我们互相玩告的。真的，你会觉得我是个狮子座，为什么？为什么我会是个狮子座？你在这里，嗯，我要睡觉。但是我上身是狮子座，我是射手。嗯，我怎么觉得你上身我是天蝎的？没有，我上身是狮子和处女。你咋上身俩呢？一个是月亮，一个是那个。之前我记得还是于正给我算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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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你拍的好。对，谢谢曼云范林光海，真的，谢谢啊哇哇哇哇！但是我就是的怎么知道上升？好像要输入那个你出生，就是有一个软件，然后里面你要输入你那个出生那个时候的一个什么什么时辰。嗯，不知道。
对对对，然后就会有月亮星座还有上升星座。对，要有时间。嗯嗯，就是那时候于正他算，他说哇你是个射手座，天哪居然还上升狮子，你这个女人太恐怖了。那你们听得清楚应该听得清楚，要不然你们也不能回答这个。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不太会这种东西。就这样当成 BGM。好火的星座吗？嗯。对啊，我其实一直在想他们那种星座怎么研究的，对吧？对，好神奇。射手和逆排，哦，真的，火象星座。我肚子已经开始咕噜咕噜叫了，今晚可肯定得醒了。谢谢谢谢韩叔，就是有个荧光棒，你要听什么？天秤、水火、土气。哦，我今天晚上这个造型不摇滚几首歌都觉得可惜了，本来想戴个脖链，但是找不到了。嗯，天哪，属于是真的被种草了，被种草了。这个他们是乐队，对，感觉他们的歌很少，因为我很少听到粤语的那种粤语的乐队，乐队的粤语歌是可以准备点大班纸。为什么准备点大班纸？你要点哪首歌？啊，穿个睡裤搁这儿了，可能还是要洗。我真戴了墨镜，因为我今天打算拍抖音来着的时候，掌握了一个秘籍，可绝了。尽量是不是就在桌边？谁懂？结束一切洗漱程序。嗯，是不是这个是好看吗？一会儿打算看。咱们有时间看一下那个，你们看过《瞬息全宇宙》？是不是最近才有？啊，好散了，房间太亮了。对，其实是我挺大这个发型的，披下来椭圆琥珀的。怎么啊？我还有豹纹的呢。那不小心接。看心情吧，看姐的心情。哦，我有那个在屏幕上对口，我现在裤子有点掉。你难道不想看我就是现在这个妆容的自拍吗？就是闪亮闪闪。是呀，非常闪耀。这个也好看。我要去开摩的了，这个眼睛。哦，有种那种复古的美人的感觉。对，开摩托车喽，五块钱一个。这个，这个是不是很酷？哎，完了 no 这不蹦个迪。哎，我的小那个去哪儿了？宇航员呢？我要开始蹦了。是什么？奶奶，我哪里了，奶奶？哎，反正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了很……没有没有，不是的，条件反射，条件反射，我已经拍了不少，他拍也有自拍，很好的自拍，没在这手机里，哦，在我直播的这个手机里，不好意思。天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们。
这副眼镜是跟这副一起买的，因为买两个，第二个半价，我就买了两个。喜好可能多少会有共鸣，有点出入。浅带一下，谢谢各位，不点的就是但是这种垫子打脸很痛的。说话，再你。哎呦，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还是戴这个，我感觉就是我是帮我闪耀的手机拍的那种原相机拍的，看起来腿还算长，但是他的相机拍出来，我感觉我只有一米五。嗯。不过他们就是怎么说呢，他们的一些布光啊那些东西啊，对，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合照小狗那个啊，妈妈好了关了，剪蹦一会儿就不蹦了，就是有一些谢谢哇，好搞笑啊，我看起来还不我以后直播这样子都不、就是什么直播这样子真的什么都不用，什么都不用化妆，不是吗？平时公演上班的时候，那个好看，因为那个光非常的橘，很特别。谢谢闲人 ，Aspa 我知道，谢谢你送的蹦迪，还蛮喜欢的。我也算是 SM 的家族啊，就是有点看不到路。真的，我觉得那个好喜欢。看不见了，我再带下去，你们就要忘记我的样子。确实很累，嗯，很辛苦，嗯。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也没有啦，其实看得清楚，拍得好。嗯，哇，那我期待一下。Summer， 听得见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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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有机会搞一本那个答案书。嗯，不过确实我很常的。哇天哪，这首歌好有回忆啊！还有想到当初高中的时候，跟闺蜜一起用 MP4， 是不是？这个就是用 MP4 看那个的时候。课间操时间，午休的时候，你们这么吵，可吵了。那个 MP4 忘了是谁的，还是借的，好像。主要是那个颜色感觉没调好，但是他们想要那种比较纯女风格。嗯，真的。想解锁一些不同的风格。他们看起来不错，嗯，搞我还没看，我要找时间看。纯白衬衫，我也纯。把这个酒熬不住。对，我是觉得，因为我一看就会停不下来，就想把它看完，但是又觉得要找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头发怎么做的呢？这上面吗？就是够吗？给大家推荐一个，我又开始了。给大家推荐一个烫头发的神器，就是我们造型。对不起。嗯，没事，无事发生。我们造型也经常用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嗯，就是以前的话，不是很多人会用玉米须嘛？但是玉米须烫出来会一条一条，这个就是女，大家感觉都是用这个，就是女团必备一个这样子，然后这样夹夹夹夹夹，然后这样夹夹夹夹夹，它这里面就会蓬起来。干什么？叠什么呀？对，就是这个，你可以。如果你要买，就去买那种，就是电发根神器，就是这个。青春头。对对对对，哇！我谢谢阿历克斯的这边。你在干啥？我在青春疼痛文学。嗯，没有青春痛，因为我这里有猪肉，所以它就。
看起来好像我嘟嘟的，你有没有嘟嘟唇？哇哦，谢谢。我嘟嘟唇写的吧？嗯。怎么还吃？嗯，夏天到了，已经多久没有买衣服了？买新衣服了，已经有3个月没有买新衣服了。真的，我刚刚斗鸡眼了，因为很认真的在看。对，好搞笑呀！没呢，还有一个小时。直播摆姿势，咱们没招点道具，就是没穿的机会了。现在衣服都没有进来的机会，看说穿了。今天拍拍立得的时候，就是我前面几张。太呆了，后面加了一点情绪，就拍出来就非常好。还有就是，就是你要跟对，跟我拍个比你要互动。拍完了。比如说这个，对呀，都多久没有出街了？然后他还累自己，不是。算了，好久没有出街了，是不是？哦，我刚刚后悔了，没有把抖音拍完。想拍那个抖音，待会儿结束了再说吧。还想带着这个妆拍点抖音，但还没拍呢。我害怕了，我不动了。当当当，你们有什么觉得最近有可以拍的？等一下拍，对，我想等一下拍一个抖音，有的发。因为这个妆我挺喜欢的。给我看一下，大家对面拍什么抖音？哎呀，忘了连着大家了。天哪，这首歌有什么后毛的歌？这种风格不太适合。耳洞吗？我跟会痛吗？如果是耳骨的话，说实话，其实就是这个，是不是？它其实你打的过程中跟下面的疼痛感是一样的，就还好，没有特别痛，但是就是它恢复的慢，就可能有的人半年一年都还是会发炎什么的，所以就是还是要慎重。这个好像最近很多人在拍，很多人在抢的。参加班，继续放歌。1933，嗯，1933很好看的。别写那么多，浪费。1933很好拍照的，对吧？哦，好痛。开始疼，77次疼痛。对呀、啊，我就在那儿拍了抖音。还有一个，哎，我的另一个江泽琴，哪一个？哇，那都开了，在那里面坐着，那堆东西在底下，坐在那堆。哦这个是一个小的，你可以再纠结纠结，考虑考虑。而且如果你睡觉老实的话，就睡觉不老实的话就很难受。像我就是睡觉不老实。嗯，秋如为什么找我连麦？有人吗？有人吗？是因为刚刚怎么会卡了呢？是因为他连麦，然后结果就，我看一下他，好多人在直播啊！真的吗？很多人在。天哪！今天晚上直播的人数是全团吗？差不多吧。我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十二个人在直播呀！我的天哪！玩啥游戏？谢谢青木。他没在直播呀，没看到他。没看到，还下。
快把门给睡不是吗？好多人，真的好多人在吃，连回去找不到他人了，王秋如在哪儿？他可能在跟别人连，就不会显示。好吧，原来是跟别人连。又卡了，卡了。我也看到了。现在卡吗？你跟他说什么呢？你找点话，找点话题。我看到飞行员在直播。不要连他。没有连他。我只是看到，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连麦。然后一会儿你就要大麦群，我绝对不会大麦群的。我看一眼嘛，云有我没有？看一下。太但是，哇，你好漂亮！没有，因为我老是经常看到的都是你跟别人在连麦，然后今天刚好就看到你在。哦，这么巧，注意衣服。我确实，我今天都还没有连麦，真的，因为没跟你连过麦，想看看。嗯，你有什么需求吗？没什么需求，看两眼就好了。啊，这奇奇怪怪的。哇，你的眼妆画好漂亮！我昨天看到你发的那个抖音，抖音吗？还是朋友圈？好像抖音吧，好漂亮。抖音吗？太漂亮了。没有没有，我就想来看一下。你的眼妆画的也好好。不是，我今天下手重了点，但很好看。嗯，感觉很久没看到你了。确实我已经100年没看到人了，就是真的好久好久没看到他。那天不是在翻字典，因为只会在抖音或者在这儿啊，在 cut 里看到你。确实我常年住在抖音，我也在抖音见过你了。真的？昨天正好昨天刷到，应该是就是你戴那个很赛博朋克那个眼镜。哇，那个很好看，下次见面你给我拍照好吗？好呀。嗨，没我害羞。嗨，小晴你好呀。我想看看。挂了，他怎么又挂了？救命。没别的没别的，就想看。卡了吗？有什么？哎呀，嗨！欲盖弥，我没有欲盖弥彰。你怎么有四只手呀，小晴？互相在跟对方云卧，确实有点这种感觉，但是就是有点很漂亮。咱们今天没想到什么整活的，等我下回想到了，整活就是你也是，你的新发色很潮。天哪，太漂亮！你在宿舍吗？你的宿舍为什么这么漂亮？没有，我宿舍很乱的，你看。还是你宿舍好看，你宿舍的现在就下播海报好看。哦，你不要太了解好吗？你那个，你后面还有郁金香。对。好。国的。假是是。假的。行，我一会儿就是出去跑几圈，争取多铲一点。你后面是啥？啊，好好看的插头啊！祝你幸福，喜欢吗？一会儿去，下次送你一个。拜拜。还有浴巾啊，还有浴巾啊，就是。笑死了。主要是这个手机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把音量调最大了，还是听不清他说话。你的光线好好看啊，那边蓝色。我就开了一个台灯。嗯。对，因为我听不清。你那儿光线也很好，很温馨，看起来。嗯。阳光。我已经习惯了。要换一下。哦，它有个灰色滤镜，原来是这样。有人说你想要大摆锤。没有，没有。没有，我先走了。下次见，拜拜。真的小晴的给我的感觉。天哪，太漂亮了。
男生怎么他可能只多我不敢玩跟他玩游戏，我害怕。上海人不多呢，对我来说还好，暂时我还没有被亲过。嗯，牙齿上面是不是沾了口红？嗯，谢谢九九送的玫瑰花，我害怕的没吹。小高也在直播上。对，哎，小高在直播。你跟他连一下，我就不连。谢谢新年快乐。我的蹦迪。我已经努力，就是把声调。我有点，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连麦，因为我连麦很尬。确实，我也是。整一个尬住。我真的很恐连麦。谢谢小鹿咕噜咕噜的荧光海。跟你玩，有点不好意思，有一种就是不好，很不好意思。对，不连了，不连。啊，你也听不见吗？我可能是手机的问题。很熟的人也还好，有一点尬。又不知道聊什么，我跟你连。真的是连什么就会有点尴尬。因为就是你比如说你聊天的时候你是面对自己粉丝对吧，你跟他连麦的时候就是可能他的粉丝会看到你，你会有点不好意思，懂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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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就是这种感觉。懂吗？我确实不行。哦天哪，这个没事，我承认我不行。这有什么不好承认的？确实，哦，他那个时候发型跟我现在就是有点像。一个人能唠就行，他能说我可以听着。那个的发型是吧？连麦还要练。窝里横，对，我就是窝里横。对，我觉得那个造型真的是美死了。好，不动了。心里的美妙，哦，确实。今天是。今天是不是今天？我真的不是。我今天也不知道是，我今天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谢谢三三的荧光海，就是最近看剧看多了，有点想要烟熏一下。然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过，再没有吃了。对，但是北极星真的很好。我当时怎么会那么大胆？我的天哪！他没有在直播。主要是我现在听不见。嗯，对对对，有想过下次哎呀对不起，很不方便。不行，没什么对不起。自言自语模式开始了。不想染绿色，我最不想染的颜色就是绿色，因为我觉得绿色像葱，像韭菜，像草地。蓝色的是可以，但是我喜欢深蓝，不喜欢浅蓝。就炸了。我现在比较喜欢稍微深一点的颜色。现在的放一首圣诞节的歌。哎呀，因为金发确实夏天很好看，但是就是它一染就会有点那个。我知道粉发，我也喜欢粉色。没机会试，下次。不是有那种特效吗？抖音里面。不要。写重要，都入住到了。可爱，只是小图看起来。哇，有人点了遇到那首，有点想。这人要听见吗？我想插耳机。什么时候大打出手过？啊，算了，不行，明天，过几天再给你们唱歌。今天不能唱，今天要聊天，要跟你们一起过。没有机会再打出手。不能唱歌。对，今天是聊天局，不唱。
我觉得我可以去做一个不要唱挑战，有点难忍住，说实话是不要唱挑战。嗯，确实，那你千万别找我。我从开始就说很难忍住，就是说不要动挑战。不行，不要动挑战，不要看点，你全程不动了。你觉得我们两个像那种有点攻击性是吧？对，就是有你们看过，你们应该不对，就这个攻击性的形容是不错的。但是刚刚有个人说我像美国那什么什么东西的那个人，真的是。我之前是不是也说过？是。我才不是啊。黑镜，说你知道双井真不错。就是我不是美国那什么东西，我忘了那集具体的是什么故事，反正就是那里的人，他们好像是脑袋里面会植入一个芯片，放你的心吧。然后那一集就是那个女的，一个女的发现她老公出轨了嘛，啊、是黑镜家人吗？我在说黑镜，之后她就开启了一个屏蔽模式，就是她完全可以呀、啊，来吧，就是。就这个人完全就被他屏蔽了，你知道吗？就是她老公干啥说什么的，她都不知道。很安全，没有水，但就是这种感觉下。哦，对，是的，你好聪明。其实我直播之前手机刚充完，结果在没想，我也没想到能播这么久。对，黑镜我播到11:30，好不好？就是很有趣。播完之后，我去再拍一点抖音，想觉得自己很好看的，当然好吗？就是跟你们都尬聊了，真的是尬聊了，没有主题。顺便锻炼一下自己的口才。嗯，我一会儿好不好？一会儿在睡前发一个，这样就可以早一点。拜托拜托。你可以，谢谢谢，不行，不能撑的，不能撑的，不能让立 flag， 要是拍不到就不行。不行，没有，我撤回，我撤回。两分钟，撤回。听到了吗？那个撤回的声音。撤回的声音不就是啊这样吗？谢谢你，你是个好人。撤回啊。撤回有效。就可以。撤回有效，有效反弹。谁说话碎半了？谢谢你，谢谢你。你真好，就是为了方便我。你截图什么？你截图又没有，我又没有语音识别，你截图又看不到我嘴巴说了什么话。现在我们来就是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夜宵。你又不是录屏。正好明天没有，是不是？明天没有拍摄工作，就不怕晚上吃宵夜了。我前两天都很，但是我撤回了。很饿的时候，但是我不敢吃，因为我怕晚上吃太咸，因为也容易醉。其实我合唱早就录了。还买了两盒音乐。就是唱的太难听了，就是那句副歌老是有点破，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之前还想着算了，直接发在那个超话里应该没什么人看，没关系。但是斟酌了一下，真的有点难听。看一下，没有。现在就学习，给你们看。没有超过两分钟。我认真学习了，这个真的很干啊。我看他怎么扭。Twinkle twinkle， 我会扭。鱼眼镜头是有个特效的，我今天也打算拍的，然后我今天把那个鱼眼放在那儿之后，发现自己真的它是有鱼眼特效吗？还是啥？就是整个人都变形了，谁懂？所以要离得很远。嗯，就是我这整个脸就是那种，嗯，我找一下，感觉怎么给你两好像也不用非得鱼眼，他们很多人没有鱼眼也扭了。
是吗？我搜一下鱼眼镜头，你搜鱼眼就有了特效。嗯，你不要，因为他说我，他说我嘴像被打了，你说这个人傻不傻？嗯，找到了。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和这个打他，打你。炸串好吃，确实。最希望打我的拳了。还行，挺好看。你一会儿可以在这儿录制光。嗯，你确定吗？嗯，我刚才试了一下，觉得还不错。我试了，很臭。嗯，好好好，突然全击命中，哒哒哒哒。嗯，哎呦，我说怎么突然安静？这个嘴巴在直播里看起来确实是看着很干，但是其实在我嘴巴上。想看产出，没有，因为我好久之前，谢谢小滑板的猫猫爸，就跟小晴说想要去找他采耳，但是一直就没有找时间去。那我喝点水，喝完了，耶、yeah! 看看吧，我可能一会儿又懒得去了，因为我这个头发要滚，是不是？因为我想吃东西，可能打破常规，就懒得去了。虽然对他们来说不晚。嗯。是我。我不画饼，我不画饼，以后再也不画了。看到了，我刷到了，刷到了。头发毛自己做的，好看不？我好像那个喝多了。Fancy， 谢谢青木想睡觉。那我们房间可以有蛋蛋。谢谢兜风，谢谢兜风的权杖，谢谢。下次，我坐得住，我可坐得住了。花上一笔，没有没有。还好，为什么会哭屎呀？因为黑历史我没有传到 B 站上。就是跟虽然是两种感觉吧。还没见过，哎，我还是有，就确实女生都比较脆弱，那个、就是、瓜皮，感觉很瓜皮的发型，两边刘海这样。怕年纪不老，手机快没电了。那我播到27、28，我很爱八，播到28。不要哭哟，不要哭哟。很有意思。你差点没头发质吗？你觉得呢？是不是好一点？想塔罗，挺好的，是不是？嗯，好想你，好想大家。爱情算什么？行，这不算行狗。公演的话是姐姐做的，是什么做的？还没听。我嘴角，为什么？陪你一个好睡眠，然后就是不是？
呜、哦，谢谢热带鱼，谢谢你的奶茶。那个吃完了吗？在桌上。嗯，师傅，这个还没吃完呢，是吧？这个。谢谢喂喂喂的菜，好一点了。今晚能接单，你至少来算什么呢？还言还语，谢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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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谢谢热带鱼的奶茶，谢谢你的奶茶。你认真的吗？第一次发，一般第一次，一般说第一次发弹幕都不是第一次发弹幕，不是小乌龟吗？你是认真的要算？谢谢热带鱼，谢谢喂喂喂的九十九个巧克力。你是认真的吗？我会当真的。你家宠物是什么呀？嗯，那这边算作健康，确实他的 ID。不过不是说不能算生死吗？那就来这个。不要 emo， 不要 emo。一张牌。谢谢小滑板。小玫瑰花，预测健康预测。哥哥若觉得我无趣，啊，你可以说你的宠物是什么什么动物吗？嗯，真的吗？今天好多人都考虑装好看，感觉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你应该肯定回不到自己去了，真的。但是我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周公爵健康预测，好吧？因为我。之前不太敢化那么重的妆，那以后有机会常化好不好？可以吗？就纯暗烟熏了试试看，说不定也挺好看的。是不是那种？但他能预测他未来会遇到什么问题，然后你可以提前去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给你们看哪种适合，知道问题解决问题，还是要多去尝试一下，对吧？好，现在你要就是。非常虔诚，在心里面默念三遍这个问题。怎么又卡了呢？信着我。好啦。对。好，那你在心里面念。那就好。妆容，如果有人如果分享觉得适合你的妆容挑战的话，有适合我的妆容可以发在那个里面，我看看，我觉得我可以试试，是吧？我还是挺喜欢尝试的。谢谢热带鱼，谢谢你的奶茶。我什么都能算。为什么？因为我是个拨片，55号，就是他。没想到吧？好了，现在要开牌了。嗯，太难了。动态分享，动态分享是什么？是口袋动态分享吗？还是什么？到房间里，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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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记得常来看我直播，因为吉他借给别人了，不是，没卡。我在思考怎么说这个问题。嗯，过几天要回来。嗯，好。这个嘛，就是说，反正有机会可以唱来听我唱歌哦。好啦，我准备下线了。局部受到损害，但是感觉希望大家今天的五二零都过得开开心心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或者动物，多少都会有一些这种问题。就是不管是哪一天都要开心。谢谢散散的玫瑰花，真的。因为这个牌其实它主要跟健康这个问题没有太多关系。拜拜，谢谢。但是它确实是要开心哦。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会局部受到损害。那我就多多出现。然后会可能会让你有一些，比如说后悔的情绪。
可能会生活在一种，谢谢阿问的荧光海，谢谢你，因为这个问题，拜拜。为什么会后悔呢？可能是，可能会是因为你的一些没注意到或者是失误。